为着要来推动着爱和包容的社区文化，嘉义市政府和中华台北第二会伫咧八号共同举办“影影综合与爱同行”合作签署仪式。由嘉义市长吴炳辉和中华台北第二会理事长李时珍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国际第二会东亚区总裁冯美孙特别到场，见证嘉义市推动综合教育，为学生囡仔创造更加包容平等的环境所付出的努力。引领融合与爱同行合作签署仪式，由嘉义特殊教育学校、泰国和民族国小表演的幸福大合照甲开始播，和谐的演出得到全场热情的掌声，也体现综合教育的重要。伫咧国际第二会东亚区总裁冯美孙的见证之下，嘉义市长吴炳辉和中华台北第二会理事长李时珍共同签下合作意向书，算是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平等的学习环境。因为我们希望经过融合教育跟融合体育，可以让两种孩子，不管是特教学校的特殊孩子，或者是我们融合学校的这个普通的孩子们，可以经过体育，可以得到这个融合的乐趣，可以成为永久的朋友，然后也让我们特殊的孩子可以发挥他们的潜力，以及让我们的普校的孩子们可以学习怎么融合，怎么样包容跟尊重我们的特殊的孩子。这个对我们下一代的领袖们是无比的重要跟珍惜。那融合呢，就是让智障生运动员加上普通生叫融合伙伴，大家一起运动，一起生活，从生命当中影响生命，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说让我们所有智障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跟一般生来生活，来互动。那更重要的就是一般生他过去很少有机会能够跟智障生呢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运动。那透过国际特奥会，透过中华台北特奥会的一个牵线，让运动员就是智障生跟普通生能够从运动在一起，从生活在一起，从社团在一起啊，我想对双方面的学习都非常的有帮助。嘉义市长吴炳辉是中华台北第二会前任的理事长，伊的任内除了办理适应体育综合运动会之外，也推动综合教育，希望会当借此培养学生的动力心和包容心。这一届再度推动专案签署，代表嘉义市对着特殊需求学生的关爱和支持。非常感谢嘉义市这么多所学校，大家整个校长带领之下，所有教育伙伴的用心跟努力，因为这一切不是增加一个课程，而是让我们的课程变得更丰富、更多、更精彩、更多元，而且让孩子懂得更多，彼此的尊重、包容当中，我看到学校里面有这么正向的能量，我非常的感动。今天看到民主国小光世老师还有加特学校孩子们的表演，我们都真的热泪盈眶。为什么？这背后所做的教育是令人感动，而教育的精神我们懂得融合在里面，就会有尊重与包容，这才看到未来的希望，这也是我们永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所以感谢所有伙伴，让我们继续努力，让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这届包括北横国小、民族国小、大同国小、博爱国小、嘉北国小、江北国小和国立嘉义特殊教育学校共同核选为国际第二会综合学校专案引领融合与爱同行的合作对象。中华台北第二会提供每一间学校50,000元的经费推动综合教育，透过专案合作计划，不但是对着营造优胜学习环境有所帮助，也能让更多的学生都可以在一个充满着爱和包容的学习环境当中快乐成长。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Get up on your feet, this is a shakedown.
just like it's takeout. Show me you got soul inside those new shoes, and you can rock and roll with an attitude. So good, so fresh,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